圈内还没正式登场，比基尼辣妹已经全面进攻垦丁。 机器喷出来的白色泡沫堆积出泡泡小雪山，主持人纳豆和 Kid 看到美女心情大好，当场跟比基尼辣妹玩起摔跤。不止泡泡趴，海边也到处都是美女。来自国外的比基尼辣妹穿着五颜六色的泳装，就在阳光底下享受垦丁的蓝天、白云和大海，很漂亮啊。对。 从哪边来？我们从澳大利亚来的。澳大利亚。对对对。你是来台湾吗？我自己我已经来三次了，但是我带我男朋友来。今年的春娜也请来很多明星助阵，像是安心亚和萧敬腾，总共有6个场次的音乐派对，预计会吸引10万人次涌入垦丁，一起跟着音乐疯狂呐喊。记者张欣盈、张春华、SNG 小组屏东报道。